李宝龙挑了一首歌曲，是张卫健的《身体健康》。对，这首歌是送给我的家人，因为从小啊，就是我其实表演欲很强，想要当一个艺人。然后以前我爸妈都很不喜欢我当艺人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收入，就没有好的表现。后来到台湾以后，他们就很支持我现在在台湾的比赛。然后叫到了台湾以后啊，其实我花了很多钱，反而花了他们很多钱，花了很多钱。然后我很记得我妈每次回到香港，她说不管我们吃多少，要饿多久，只要你继续去比赛，我都愿意把钱花在你身上。我就很感动。我今天想唱首歌《身体健康》给他听，我想跟他们说我很独立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我会有很坚强很坚强的在这边唱这首歌给大家听听。是，加油，我们掌声鼓励，欢迎香港代表李宝龙，身体健康。吃亏，多苦的工作也愿意奉陪，我翅膀熬夜再累，错过了我们明天的约会，我不怕满脸汗水，盖一个属于我们的堡垒，我翅膀感冒的我尝不到你为我做的菜有多浪费，陪我喝药水，也不要成为你负累，倘若爱你真能让你和一个病人轻醉，眼睁睁陪着我受罪，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答应过要让你生活的十全十美，还是像梦大不保重比较你牵累，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担心流泪，万一你比我还要憔悴，怎能享受爱的滋味，我也曾把我关于浪费，甚至莽撞到事事如非，却因为爱上了你才开始渴望像明白水，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答应过要让你生活的十全十美，还是想弄到不如保重别叫你牵累，我希望身体健康，因为我不愿意看到你为了我担心流泪，怎能享受爱的滋味，保佑我身体健康，虽然那天昏地黑，你会看着我安睡，抱着你为我盖的棉被，让我感动到流泪。掌声鼓励，身体健康，谢谢，送给支持李宝龙的家人。好，我觉得这首歌你唱的全心全意，一气呵成。我觉得这首歌呢，说实在，要把它唱得很一般很容易，可是要把它唱得很突出很困难。可是我觉得你今天让我看到你唱歌的功力，谢谢。而且我觉得你今天，我第一次发现你的高音这么好听，因为我一直认为你的高音只是浑厚，但我今天听到你的高频。大约在6K 的地方非常好听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加油！我们看的是香港代表李宝龙的分数，请下分数。12.6，哇！中间的三位老师8.5分，龙轩老师给了8.7分，谢谢龙轩老师，我第一次拿到你这么高分。好，我们要恭喜李宝龙高分过关，谢谢。
接下来我们欢迎杜牧。